二、内热源。内热源的姜汤、姜粉、姜粉泥不仅可单独服用，还可应用于温热性饮食及灌肠。一、姜汤、姜粉、姜粉泥。为确保姜的品质，最好挑选有机认证的小土姜。浓姜汤是针对重病患者，以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鲜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0克到750克，上限1500克。干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克到75克，上限150克。虽然用干姜片熬煮，其药性胜过鲜姜片，但法无定法，不论用何种材料，以及用量、浓度等，都要考虑个体差异。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小口温热吞服，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如果患者水肿不适合喝浓姜汤，也可改服姜粉或姜粉泥。这里有一个条件，如果水肿的话不适合喝浓姜汤，因为水分太多，它根本排除不出来。这时候应该怎么样？不只可以改用姜粉或姜粉泥，甚至还可以改用什么？姜黄。我只是没有写出来，那就是善巧方便，对应患者看看他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这里最重要的几句话我还是要提出来，不管你是操作者或以后你是重病患者，到重病使用姜的时候我就非常讲究了。我这里写的是什么？有机姜。不要听信人家讲的说这个有多好那个有多好，我曾经也都用基金会的资源去把这些都尝试，人家说有多好我就运来基金会，然后开始就送去检验，结果一检验出来根本不合标，然后根本是有问题。所以我终于确定一件事，卖姜的从来不说他的姜差。这一句这么简单，但我竟然花了很多钱才理解，你看我有多笨。所以我这样全球这样跑来跑去，各国的姜我几乎也尝试过了，到最后我认为到最后只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因为这个要检验你们患者是不可能做的，了解吗？那什么是让你们能够保障呢？简单的讲就是有机姜，已经被认证的有机姜。那有机姜我认为能够被认证而具有公信力的更好，所以我几乎是以怎么样，我现在的标准到重病我要挑选最好给他，我也不再化验，反正我认证什么欧美有机的认证，包括人参，我也是希望说这个人参的认证是怎么样有机姜，但是是怎么样欧美都，他输到欧美也都能够被承认，那这样患者吃了你就怎么样心安了，了解吗？除非你有把握你拿到的真的是有机姜，然后你也去检验，然后也花了一段功夫，然后确定没问题，这 OK， 了解吗？如果没有，你看这个时候到重病来我们在谈的时候是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生命交关。然后你生命交关每一个细节你都要注意，尤其姜的品质，我就你到重症我不会还可以睁眼闭眼，你因为有时候外敷就好了，那个不会怎么样，你用的姜差一点也不会怎么样，但到了这个时刻品质差一点有时候就会差很多，效果就会差很多。我不瞒各位说了，有些国内用的我听到的就有这样的案例，这都是亲口听到，而且都实实在在，他们都可以知道哪一个点怎么样。有些用了结果乳癌，用了他们姜的就越用越烂，然后用的方法又没有错，问起来通通说原始点，那怎么
怎么温敷啊，怎么样撒姜，他们都照做，但是就是不行，所以联络到这里来，然后再寄我们的姜去，结果哎，他一个礼拜就改善了，方法一样，哦，所以这里这给我感受很深，为什么？原来最后直接进去的热源有机还是比一般的怎么样还要好，哪怕差一点，而且有机又经过认证，吃起来也怎么样没有负担啊，你不用考虑很多，那差一点点钱，重病患者会在乎那一点点钱，有机跟无机当然价格会有差，了解吗？如果你们是重病，你会挑选有机还是一般的菜市场的价格？但有机又贵一两倍，你愿意选哪一种？你会选择有机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那因为你是在贫穷到啊，真的不能用有机，又是重病，那愿意吃菜市场的鸡啊，请举手，我看一下。你看你们死也不吃了啊，只有有几个还要吃，那也是一两个，那个都不准，所以你看哦，我们的姜再贵都没有比西药贵，而且差距天壤地别啊，而且这个是可以救人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擅自思考，所以到这里哦，我最后当然有机姜会贵一点，但是我告诉我的患者，只要重病来，你一定拿有机的，生也是拿有机，那谁认证？不是台湾，也不是哪一个国家，就是欧美认证，了解吗？欧美它比较严谨，了解吗？他如果不是有机，他写有机还是会被罚的，他们不能欺骗的。好，所以这些我是希望，所以为什么我说过原始点，有些明明用了都用我的方法，但是就做不出来，就卡在这里。所以我也去，就是在这里特别提，因为这种案例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给我，就是最后确实就是寄过去，他才改善。所以用姜，我认为还是要找最好的，了解吧？哦，这里特别强调，因为这里都到重病来，我几乎都用姜，内热源也用姜，啊，外热源也用姜。啊，你姜的品质又不讲究，那最后我的法就可能我的招牌就自我毁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现在基金会就是同意用有机姜，了解我的意思啊？既可吃又可外用，我现在皮肤也是用有机姜，我现在的皮肤是有机的，不是什么有加上什么。那个都没有，什么肥料都没有。好，那这个内热源，这是一个重点。我认为就是先挑选有机，确定，那你们才用。啊，不要再相信别人讲，因为卖姜的从来不会说我的姜很差了，你放心，都说多好多好，但多好，每个人都说多好，你怎么变？会变的吧？我也不会变，你叫我用眼睛看，我没有神通的，我什么都不通的，我还要拿去检验，那自己检验又那么浪费钱，不如就怎么样认证，这起码是一个标准。好，其实原始点都化繁为简，专业的就给专业的搞，所以我告诉基金会，基金会不搞价，也不搞买卖，但什么是最好，基金会比较过之后，我就写，这样就简单化。好，我们再来看下面。重病患者用姜量要由少渐增，见效即止，虽低于常规用量亦可，其后增减则视病情需要而定，而且只有在经过按推、温敷、温热性饮食、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的全面配合，病情仍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才允许超量超限，只是不可长期为之，一及病情改善且稳定后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重病患者服食浓姜汤、姜粉或姜粉泥，若出现症状，基于症状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因此姜仍可继续服用。但若患者觉得姜太辛辣而不愿服食，可改以姜加西洋参、生晒参、红参、甘草、龙眼干、红糖等加一种即可，或直接改用浓参汤，以减弱内热源之药性并改善口感。值得一提的是，浓参汤性温，易被吸收，且患者多能接受，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之一。红参常规用量50克至75克，上限150克。总之，内热源用量之多寡及其药性之强弱，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需再三强调的是，浓姜汤与浓参汤主要是急于重病而非轻重症，作为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以供身体之急需。当重病患者身体完全康复后，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并加强运动即可。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则已改为淡姜汤或淡参汤或淡姜参汤。这一段已经把很多事情都交代，比如如果病情需要，需要比较大量，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要各种方法都试过，确定他有这种需要，而且又能接受吸收，那这样。那如果吃了这些量，又产生症状，那怎么办？姜可不可以继续用？可以啊，可以继续用。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患者有什么意见，比如说他觉得太辛辣，那我们改。我们要不要听患者的话？要，那怎么改？有几个方法，你可以加生晒参，或是甘草、龙眼干、红糖之类，加一种即可。那个，但是加的会减弱它的药性，了解了哦。所以不宜加太多，然后那个味道也改变，患者也能接受。或干脆怎么样，直接用什么红参一种，就简单，尤其红参怎么样？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怎么说呢？它很温和的，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吸收的。那重病我们也能理解，有时候重病患者对比较热的，他其实是有时候不大能接受的。你看，重病患者对温度也是蛮敏感，有时候你超过30度。他就受不了，不要说30度，接近了他就受不了，然后低于20度他就受不了。但我们正常人啊，30几度还是可以，到10几度也没有问题。尤其你们东北来的哦，是不是10几度还觉得热？我就不知道，好像你们都比较能适应那个寒，但重病患者是受不了，他对那个温度要求蛮，那个范围很小。同样他对姜有些就是重病患者也对那个辣度他觉得太过，那太过了怎么办？就减轻嘛，就像按推大家都能接受，但重病的有时候轻轻一摸就痛，那你还能按推吗？就是只有揉了，舒缓的，帮他舒缓而已，这个就是随顺，随顺因缘，也是随顺众生的要求。好，那再来一点重点，就是浓姜汤或浓参汤，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谁？重病。那重症可不可以喝？可以喝，但怎么样？它
还是你认为他可以喝，但对病情不是最主要，跟病情其实是无关的啦。简单讲，但他要喝，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们是基于这样给他喝，而不是说喝了啊，对你重症会改善多大？不是，他这个只要外热炎进来就可以解决了。我这样讲，你们理解吧？绝对不要说张医师规定重症不能喝龙姜汤和龙参汤，然后把这一条就是用我的名去抠人灌输人家，我没有啊，了解吗？他们要喝通通可以喝，但是以病情来分析，他们是不需要喝到龙姜汤或龙参汤。好，所以这里都讲得很清楚，从诊断与治疗一路讲。所以患者进来要不要有分？要不要有分轻重症或重病？当然要判断了，医学是严谨的，好，所以到什么程度，我们用什么方法，热源使用还是有规范，不是滥用。好，所以你们再看16版跟15版，我以前那个有一个表，轻症要喝多少，重症要喝多少，事实上那个表有没有问题？现在来看，有啊，我把它撤掉了。因为轻重症根本不用喝姜汤，现在已经都知道了。那简单的讲，在中医哈、哦，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病人也没有到重病，事实上要不要熬中药来喝？啊？这个问题你们如果想通了，很多问题也想通了。所以如果原始点已经进展到这样，中医还有很多空间，是不是也可以改革？你看我们15版到16版改变有没有很大？非常大，而且越来越清楚，反而不留给你们一丝的空间去思考，就是照做就对了。哦，你什么病判断出来就照这样做，那这样大家也比较能够集中哦来处理。好，那这里应该也是都容易理解的，我不再多说，我们继续看下面。二，温热性饮食。重病患者要落实温热性饮食，其食材及调味料并不限定只能用温热性，而是要少用寒凉性调味料，多用温热性调味料，让任何食材都成为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一级主菜要在少油、少盐、少糖、少醋的情况下加入温热性调味料，如姜、辣椒、胡椒、花椒、咖喱等，并且需煮熟，必要时甚至需煮烂，趁热服用。服用时要细嚼慢咽，不宜太饱，不需配汤。三，姜灌肠。腹部重病患者通过按推原始痛点及使用外内热源若无效，且病情严重紧急，则需考虑是否热源无法直达患处体伤，此时应立刻改用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灌肠。究其原理，姜粉、姜粉泥或姜汤性温热，用于灌肠可直达患处体伤，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直接温暖腹部器官，以加强改善热能不足，修复患处体伤。所以不仅可自我疗愈腹部胀痛、欲呕、食不下、胃溃疡、胃出血、腹内出血、痛经、子宫下垂、频尿等症状，还可达到通便止泻、恢复体力的目的。由此可见，能够快速疗愈腹部重病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姜灌肠。虽然用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灌肠每次都有解除腹部病症之效，但姜汤主要是以清肠道、通宿便的效果较佳，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解除症状的效果较好，
至于姜粉泥的效果则介于两者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在病情需要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姜灌肠每天可多次，如此才能加强温暖腹部器官，达到快速解除症状的目的。不过需注意的是，再好的方法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好，现在这个姜灌肠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只能这样讲，这是原始点一大突破。医学界还没有用一些热源送到器官这种思维，那原始点现在很多病是可以这样做，而且也真的有一些案例都出来我听说的也有什么子宫下垂的用灌肠也好，然后频尿用灌肠也改善，类似这样只下焦有问题，还有一些整个腿很绷紧，那走路摇摇摆摆，怎么揉都揉不开，姜灌肠就改善，也有这样，因为整个的就松掉，所以等于横膈膜以下的温敷方式不是限于外热炎的涂姜粉泥还可以怎么样灌肠。所以在我看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可以解救很多腹部有问题，什么胃出血、胃溃疡已经吃不下甚至腹泻的患者，哇，这个在以前很多棘手的问题也因此而能够达到解决问题的快速方法。好，那我们这个因为太重要还是要放影片，就是有两个，我刚刚看很多人还不会制作姜粉泥，对吧？你们举手，那姜粉泥应该是基本功了，还是要放一下给大家看，好不好？还有姜灌肠，我们也放一下案例。姜粉泥制作法，微波炉。我们现在来介绍姜粉泥的制作。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用微波炉制作。那么像我这边有好几个容器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或者你用调羹，比例都用1:5来做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我把姜粉稍微压一下比较实，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压好了这个，好，这个杯子的姜粉，这就是一，我把这个一倒过来，好，这是一。那现在呢，我就装姜水，要1:5，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1杯、2杯、3杯、4杯、5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不要有颗粒状。好。这样拌均匀以后，我们现在先用微波炉。我们先打1分钟。好，我们看一下好，这1分钟以后，我们把它拌均匀，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好，第二次的1分钟我们打好，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比较干了那中间还是很多水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还要再把它拌均匀，这时候已经比较黏了。好，接下来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把旁边的干的都拨到中间来，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如果我们等一下打1分钟呢，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所以我们用30秒，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我们就先打30秒。好，我们现在看现在打出来的就是这样，就更干了。
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哈，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这些颗粒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好，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再打一次30秒。好，看了这个干度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所以我们打了2次的1分钟，然后2次的30秒。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像我现在这样子它还是有点湿，好，这种情况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好，这样推的时候已经有点阻力了，很干了，这就是我们要的。现在打出来呢就非常的热，要让它凉一下，但是微波炉打出来的姜泥呢现做现用，如果过一下子它就会变成很干。好，这就是我们刚刚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很方便。然后这样子的湿度粘度在涂抹上呢，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又最容易推开。我来示范给大家看，这样子的湿度粘度还有温度刚刚好，在这边这样揉搓，这样把它推开，完全吸收，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所以我们放在背上啦，放在任何我们的患处，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用力推，完全吸收进去。刚才示范的姜粉泥是用在涂抹按推皮肤上面，如果是惯常用的姜粉泥呢就要比较稀一点。姜粉和姜汤或者水的比率呢就从1:5到1:7左右，这是体积比。那么如果是重量比的话呢，就是1:10到1:12。如果我们是用5克姜粉制作的姜粉泥，加热的时间大概1到2分钟，就加热到比较稀的糊状。这个比例供大家参考，因为每一台微波炉的功率也不一样，时间比例给各位参考。不过姜粉泥的制作呢，以干姜粉煮烂熟透没有颗粒为原则，如果姜粉泥2天没有用完，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使用的时候再加热就可以了。姜粉泥治好鼻窦炎案例。我罹患鼻窦炎多年，经常鼻塞，流出黄脓鼻涕，有时倒流至喉咙，非常难受。刚开始我是使用鼻用类固醇喷剂来缓解流鼻水、鼻塞、鼻子痒等症状，但药效很慢，通常要3至5小时后症状才会缓解，医师交代要长期使用才有效果。2年前症状加重，于是到医院做内视镜检查，收集鼻窦粘液做分析，也照了 X 光观察鼻窦内的积液状况，又做了断层扫描，最后也接受手术治疗。原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鼻窦的畅通，恢复正常，但是并没有太大改善，最近半年反而症状加重。很幸运的是，我接触了原始点，才知道了什么叫热能不足及服用药物的副作用。看到一个用浓姜汁处理鼻炎的案例，兴奋地立刻照着做。早晚喷鼻，感觉黄脓鼻涕减少了，于是我改用姜汤直接灌入鼻孔。姜汤灌入鼻孔后流至喉咙，我觉得温暖鼻腔时间较长，直达患处的功效明显，鼻塞、黄脓鼻涕改善很多。2019年3月底参加原始点基础课程，老师介绍姜粉泥的妙用，
回家后立刻操作。我用很细长的专用调羹将微波好的姜粉泥输送到鼻孔内，姜粉泥在鼻孔内停留着，温暖舒服，不像姜汤灌入鼻孔后很快就会流到喉咙。第二天早上起床，竟然没有鼻塞，也没有流出黄脓鼻涕。困扰这么多年的鼻塞、鼻涕倒流、流黄脓、鼻涕、鼻痛的问题得以改善，真是不可思议。感谢张医师，感恩原始点及志工们。姜粉泥灌肠治好肠粘黏案例。长期困扰我的腹痛、胀气以及便秘的症状已经有30多年，医院检查曾诊断为肠粘黏的问题，医生告知是一种手术后的后遗症，只要动过刀就会出现或轻或重的粘黏情况，粘黏几率约 95%。 因为担心再度开刀仍会有机会造成二次粘黏，所以就想尝试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些年我吃素吃得很清淡，有试过禁食、药物治疗、低渣饮食、少高纤、多喝水、细嚼慢咽，以预防阻塞。凡是可以维持肠道的通畅、能够改善便秘的方式我都尝试过。生活饮食中也很注意减少摄取会产生气的食物，如豆制品、奶制品、高油脂等食物，只要有人建议可以帮助肠胃活动的我都尽量做，但是也都没有太大改善。2010年开始接触原始点，知道是体寒热能不足的问题，我开始补充内外热源，改变生活饮食习惯，腹痛及胀气已有很大的改善。2018年5月开始姜汤灌肠，这个直接温暖腹部器官的姜汤灌肠，只灌了几次，多年困扰的腹痛及胀气症状几乎完全改善。2019年3月，我改用姜粉泥灌肠。第一次用15毫升，停滞很久没有排出，不像之前姜汤灌肠时间很短就有强烈便异的感觉。姜粉泥灌肠后，肛门热热的，肠道暖暖的，觉得很舒服，大概6-7分钟后才感觉有点便异。排便时毫无感觉，和姜汤灌肠的感觉不一样。第二天再用30毫升姜粉泥灌肠，大约10分钟有强烈便异，明显感觉肠道热热的，真正达到直接温暖患处器官，而且时间又持久。第一个星期没有特别感觉，但到了第二个星期，突然感觉排便能轻松滑出，和之前姜汤灌肠的感觉不太一样，多年排便像挤牙膏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我是一个原始点的义工，也是一个严重鼻炎的患者。今年6月份，我去美国参加了张正汉医师举办的一个灌肠的课，我受到了一定的启发。我今年66岁，我从30几岁开始犯鼻炎。我在北京每年的8月初，一般就是8月13号左右到9月下旬，犯鼻炎很厉害。鼻炎的症状就是不停流清水、鼻塞、眼睛痒、耳朵痒、嗓子痒。我的手绢都是这种厚的，一天好几条假手绢，为了鼻塞流清水，手绢很快就湿了。我就想到了用这个张医师讲的热姜汤看看效果，熬成很浓的姜汁灌在瓶子里头能喷出来，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瓶里的姜汁能够喷出来，直接往患者鼻炎的鼻子里头喷，这样呢喷完以后，这个效果呢有一些辣，但是病人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喷完了，鼻塞、流清水、眼睛痒、耳朵痒、嗓子痒，就由鼻炎引起的一些症状马上就可以消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绿色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姜粉喷鼻步骤。针对最近啊这个感冒横行哈、啊，原始点的发明人张昭汉医师曾经在他的过往的演说里面有提到过，热源直达患处是解决这些最好的方法啊。我们找过很多的罐，以这个为最佳，这个外面类似的都有，都可以看得到啊。我们是用最优质的姜粉注入进去，我们打开以后呢，有这么个轴啊，是这样子。那我们的姜粉的量呢，大概只有达到四分之一在这里。为什么只能这么多呢？因为这个管子装进去以后，如果量太多，整个管子都是姜粉，喷出来出姜粉量太多，患者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只有四分之一。那喷的时候呢，打开不要用力挤啊，这样就可以了。再一次，这样足够了啊，这样就已经很刺激了。那么喷了以后会有几个现象，这几个现象呢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恐惧的感觉，这个不用担心。比如说喷了以后这个热直接冲到脑门，会影响到眼睛，眼睛会反映很多很多的泪水，鼻子呢会有通畅的感觉，喉咙呢也不会那么卡卡的，甚至于我们的胸部肺部啊，喷了以后会突然的压缩，然后突然释放，整个上呼吸道包括我们的气孔都很舒畅。这个呢就是按照张医师所讲的热源直达患处。姜粉灌肠步骤。现在介绍姜粉灌肠。姜粉灌肠用一个灌肠管加两个注射器，那么这个灌肠管呢是44公分 18F， 我们来示范姜粉灌肠。这个注射器大概是50到60毫升左右，这些器材在一般医疗器材店都可以买得到。我首先先把一次性的手套戴起来，我们现在把姜粉放在这个注射器里面。姜粉灌肠每一次量不要太多，你们看我每一次放的是少量，如果放太多呢容易塞住，所以我现在放的量比较少。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灌肠管把头这里插一点凡士林或者香油，同样的在肛门的地方我们也插一点凡士林或者香油。好了以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灌肠管插进这个肛门口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慢慢插，大概是30公分左右。好，你们现在看到我这样子大概插进去有30公分左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注射器里面装的姜粉把它打进去。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姜粉好已经在这个管子上，我们可以把它拔下来，我们再用空的针筒把管上的姜粉打进去。好，重复这样的动作，我们再装姜粉。好，我们再装姜粉。我们再做一次，注射器里面的姜粉把它打进去。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姜粉都在打进这个管子里面了。好，我们把它拿下来，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注射器利用这个空气再把它推进去。好，各位可以看到我把管子里面的姜粉都打进去了，所以重复这样的动作，每一次的量不要太多，以免太多会挤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示范的两个注射器加灌肠管的方式，好，我在外面这样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针筒是装姜粉，这个针筒呢是空的针筒。那我把这个装满姜粉的，好，我们这样放进去。那么我会先稍微打一点姜粉进去。好，这个时候呢，管子里面都已经有姜粉了，把它拿出来。我们就利用这个空的针筒，利用这个空气，把里面的姜粉打出来。以上这个是用灌肠管加两个注射器的灌肠的方式。姜粉泥灌肠步骤。现在我们介绍姜粉泥灌肠。姜粉泥灌肠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鼻胃管，这个鼻胃管大概是18F。一米长，然后两个注射器，这两个注射器呢都是50到60毫升的注射器，这在一般的医疗器材店都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注射器跟灌肠管，那两个都示范给大家看。然后这是姜粉泥，这个姜粉泥呢是用1:7在微波炉打，打好了以后，这个姜粉泥的泥状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粘稠度。好，我们现在用灌肠管和注射器来用姜粉泥灌肠。我先把这个针筒灌姜泥，先把它吸进来，10到60毫升左右。那现在我把这个灌肠管也是在末端涂上凡士林和香油，然后在肛门口的地方也给它涂抹凡士林和香油，然后把这个灌肠管插进去。我们的深度大概30公分左右，好，慢慢的插进去。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针筒把刚刚装的姜泥放进去。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因为这个灌肠管没有鼻胃管这么长，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呢，速度不要太快。好，各位可以看到这姜粉泥已经打进去了。好，如果碰到会有一点堵塞，可以把这个注射器拔下来再打。如果不容易推进去，阻力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支空的针筒，我们可以用空的针筒把这空气打进去。好，再继续再打一次。好，然后我们再拿空的针筒再打进去。好，这个就是用注射器加灌肠管的姜粉泥灌肠的模式。这个灌肠管的长度是44公分，如果没有这么长的长度，那我们就可以用鼻胃管加注射器。我先用这个注射器把姜粉泥吸上来。通常我们姜粉泥灌肠大概10到60毫升左右。好，这个是灌好的姜粉泥，这个是鼻胃管，我们也一样的用凡士林或者香油在末端这里涂上凡士林或者是香油，同样的也把凡士林跟香油在肛门口也涂上。这个时候我们把鼻胃管插进去肛门里面，大概插进去40到50公分左右。它在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弯曲的地方，大概5到7公分这边的弯曲处，我们把它慢慢的推进去，慢慢的推，也可以稍微肛门做收缩，有提肛的这种作用，然后就更容易把这个灌肠管输进去。
好，现在大概有40到50公分左右。那现在我们就把装好姜粉泥的这个针筒开始从这里打进去。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姜粉泥慢慢的推进去。我们现在把这姜母泥都推到这个鼻胃管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注射器先拿下来。那么这边有一个空的，好，利用这个空的针筒的空气把它压进去，慢慢的把姜粉泥再推进去，把管子里面的姜粉泥都把它推进去。好，那如果需要再多一点，我们就再拿装好的针筒再继续把它推进去姜粉泥。好，这个时候我们管子上还有这些姜粉泥，我们再用这个空的针筒，用这个空气再把这些姜泥打进去。我们这样继续把这些姜粉泥都推进去。好，这整个所有的姜粉泥都打进去了。好，这就是用鼻胃管跟两个针筒灌肠的方式。姜汤灌肠步骤，现在介绍姜汤灌肠。姜汤灌肠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灌肠袋加灌肠管，用这样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是用鼻胃管加注射器。这个鼻胃管大概是18F 一米左右的长度，那么注射器呢大概是50到60毫升，这个在一般医疗器材店都可以买得到。那现在我先来示范用这个灌肠袋灌肠管的操作方式。我们先戴上一次性的手套。好，这里是姜汤，这个姜汤的温度现在大概是摄氏37度左右，那么我们准备大概是300到500毫升左右。好，这边这个是凡士林，我们把姜汤先放到这个灌肠袋里面，这个紫水阀我们先把它关起来。好，我现在就倒姜汤。好，我这边大概是500毫升的姜汤，把这个姜汤这个灌肠袋挂在大概一个人高的高度。好，挂上去以后，这个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止水阀，这个止水阀我现在把它打开，让这里面的空气排出来，所以我现在把它打开。好，姜汤就开始流下来。好，这个时候有流出来，好，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关起来。好，这就把它这个管子里面的空气都排出。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用凡士林，或者我们也可以用香油，把它涂在这个灌肠管的末端，把这个油涂在上面，然后同时也把这个凡士林或者香油涂在这个肛门周围。好，涂好了以后，现在把这个灌肠管插进肛门里面，这样慢慢的插进去。这个灌肠管它会有一点弯曲，我们手大概放在5到7公分处，把这个弯曲的地方这样慢慢的就可以推进去，大概推大概30公分左右。好，插进去了以后，这个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止水阀。好，打开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姜汤开始滴，开始进入。大概以300到500毫升左右，它滴的速度大概是5分钟左右。好，那我们现在就这样灌。现在我们大概差不多5分钟左右，已经快灌完了。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止水阀把它关掉，关掉以后我们把它拿下来。好，这个就是用灌肠袋的姜汤灌肠的方法。这个灌肠管的长度是44公分，如果没有这么长的长度，那我们就可以用鼻胃管加注射器。那么现在我再来示范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鼻胃管和针筒的方法。这个是鼻胃管，我们也是把鼻胃管的末端插上凡士林或者是香油，同样的也把凡士林跟香油在肛门口的地方也给它抹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把鼻胃管插进去。好，这个鼻胃管也是一样，我们在弯曲的地方再把它压下去，慢慢的送进去，大概40到50公分左右。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注射器，然后把姜汤吸进来。好，现在用注射器打进去这个鼻胃管里面。好，因为用注射器推送，它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像我们刚刚的灌肠袋，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滴进去。那现在用注射器呢，我们打的速度就稍微慢一点。好，慢慢的。好，你们可以看到姜汤有打进去。好，再来慢慢的推进去。好，再推一点。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用注射器的话要慢慢推，每次推一点推一点，每次推一点。好，现在我大概把60毫升打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再重新把姜汤再打进这个注射器里面，就重复这样的动作，然后再放到鼻胃管里面，然后再这样推进去，我们再持续这样打。好，这个示范就是用注射器和鼻胃管的姜汤的灌肠方式。淋巴癌有没有？淋巴有好几例的，40几例是吧？那个案例我还没有看到，但听说刚制作完成传来，刚出炉的，还很热，大家好好品尝一下。淋巴癌血癌案例。2018年5月22号，我以为自己是感冒，去看了小儿科医诊所，看了2个星期，一直都没有好。医生直接告诉我赶快去大医院看病。6月5号，我到了大医院，医生确定我是严重的肺积水，要求我马上住院。6月14号，经过仪器的检查，医生直接告诉我是淋巴癌跟血癌第4期。然后6月29号我就开始了化疗及标靶治疗，总共经历了8次，抽骨髓4次。12月29号总共经历了7个月的治疗，医生直接告诉我我的癌细胞长大了。化疗后我的头发没了，而且无法自行排便，走路呢也很困难，心跳1分钟是140下，我无法正常躺下来休息，必须使用呼吸器，视力也模糊了，言行举止也很困难，尤其讲话非常的困难，看到食物更没有胃口，全身痛到每天晚上都在哭，心情也很慌张。那所有的来看我的亲戚朋友，我都跟他们说我没有力气跟你们讲话。突然有一个修行的师父他来看我，他跟我说，你的癌症不会死，但你如果再继续治疗，我怕你撑不下去，会受不了。
2019年的1月2号，我开始到了基金会求助原始点的师兄。我了解它是非侵入性的自然疗法的一种，简单易学，但需要自行的 DIY 一种方式。理解以后，断然拒绝的西医所有的治疗。他帮我刚开始帮我大温敷，帮我就是喝姜汤，局部的按推，因为我全身上下都是原始点痛点。回去呢，我也用那个姜汤呢灌肠。当天灌完肠以后呢，我的心脏最舒服，而且比较能呼吸了。那每天也在家里喝250cc 的姜汤，在家没事就温敷，家人一天也是最少帮我按推一次。我一天呢三餐都有吃温热的食物，然后还有记得要写日记习作，记录我的生活。两星期以后，我可以从家里走出来，从5楼走到4楼，我自己又能够手肘按推。我就当天我就吐了，一共吐了5天。后来期间我都没有吐，可是吐完那5天以后，我发觉我非常的舒服，我整个人比较吃得下东西，呼吸也比较顺畅了许多。我2019年3月，我的眼睛又肿起来了，因为化疗的关系，我的眼睛每隔1个月就会肿起来。刚开始会用姜粉泥涂抹头部，这包括我的脸部都有涂抹姜粉泥，头也比较不晕了，而且肿起来部分呢，隔天呢都有流出白色眼屎。之后我每隔3天就会涂一次，现在全部都好了。2019年5月，我就可以开始爬山了，每天一座山来回，心情也变得比较愉悦。同年的6月，我可以一次爬2座山来回，而且我直接到宜兰去爬太平山了。这是我生病以来最维持最好的状况的时候，到现在。前后比对，处理前，处理后。处理前，处理后。听说很精彩，你总共有9分钟，然后后来因为他这样推是没什么效，最后教他用涂姜粉泥再按推，他一个一个就消。他因为片子太长了，我有一点饿了。所以重病还没有讲完，所以先让你们听。那这个其实都是医生也确定。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二，适当运动。对重病患者使用上述热源及按推，若无身运动、心、情绪、观念配合，终将失败。运动量以患者能承受为宜，过量反而容易受伤，因此无需强求，量力而为，缓慢增加。运动方式有拉筋、柔软操、太极拳、瑜伽、爬山、爬楼梯、俯地挺身、俯卧撑等，可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症状，选出有助于康复的运动方式。比如咳嗽、胸闷、手麻等病症，可选择俯地挺身；腿麻、膝痛、踝痛等病症，则可选择爬楼梯，一步两节。室外运动以避免太冷或太热。易出汗、怕冷者，静己身体前后可塞毛巾，既可保温，湿后又方便取出，常保身体及衣物干爽。总之，重病患者日常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放松身体，缓慢调息，随时活动，不可过累，累了就睡，但亦不宜久躺久坐，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去落实。等热能渐充，体力转佳，体伤改善，各种症状如冒虚汗、吃不下、气喘、水肿、头晕、溃烂，自然都可改善。三、充分休息。重病患者需要充分休息，既不可长途旅行、舟车劳累，也不可工作繁忙、过于劳累，亦不宜长卧久坐而不动。此外，还要保持规律生活作息，不可熬夜，以早睡、
睡到自然醒，醒后勿赖床，并杜绝房事。好，充分休息哈，文字很短，但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这样看过很多案例，就是他重病已经稳定好了，他以为没事，然后开始就恢复以前的生活，就是不再重视热源啊，什么都吃了，就没有多久就又爆又复发了，然后复发他就被打击了，很快就挂掉了。我这种案例也有看过。还有另外一种案例是怎么样，他以为好稳定了，然后他就想去长途旅行，哎，长途旅行一飞，飞机很劳累，又要搞了一两天，哇，开始病情就恶化，然后四五天就走了。我也遇过，这些都是眼前看很好的，所以哈、哦，一定要切记啊。如果患者已经稍微稳定，这些是怎么样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你生病的时候才不能熬夜，要生活规律，不是这样。是平常就要这样养成习惯，那何况你又重病过，就更不能轻忽了。所以这里因为看太多了，以后你们在操作或是怎么样遇到这样的患者，一定要提醒好了，生活规律、作息、运动什么心情都继续要保持原来这样。好，继续看下一段。四，良好心态。重病患者容易情绪低落，对疾病会有恐惧压力，又急求病好，心情在如此紧绷下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反而更伤身体。要内心保持平静，就要深信因果，了解疾病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所产生的果，所以只要因改善了，果就会消失。明了此理，就不需太在意病情，彻底放下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即使遇到各种恶疾，仍要坚信唯有从因下手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若事与愿违，通过原始点医学处理后症状恶化且体力衰退，则宜冷静反思，这是外内热源、按推、运动做不到位，观念不清，情绪起伏太大，太过劳累，还是热源的使用无法直达患处体伤，或是体伤修复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的正常恶化现象，亦或此已超过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以利及时理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且修正偏差，否则贪快而用寒凉性药食或手术，一不小心就会严重透支热能而危及生命。总之，重病患者应澄清思虑，反观自省，常怀喜悦、感恩、包容的心，避免情绪大幅波动，绝不可胡思乱想，自成心结。若有负面情绪，家人宜随时观察、开导、鼓励。若病情好转，行有余力，能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则更好。最后需注意的是，重病患者虽不需太在意病情，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而掉以轻心。重病患者康复后，体质较常人脆弱，故饮食起居不可骤然恢复常态，仍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进行保健。尤应避免寒凉与劳累，且要特别加强运动，放松心情，从根本上增强体质，杜绝复发。好，总算一路感到重病也讲完。